走的。哎，盛丰毅，我太想念你了，我还听得到你的声音 ，I miss you。哎哎，在干嘛？哎，我还没死。哎，哦，啊，不要闹了啦，这个是我去台中海线的一个照片而已，干嘛？我居然没有带上我。我们是兄弟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这礼拜还要再去一次，我带你，好不好？台中吗？对，台中海鲜。那我介绍一间餐厅给你吃，可以吗？你会不会转得太快？没有，因为我还是有任务在身，我要介绍美食啊。有一间呢海鲜的餐厅很厉害哦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的台式饮茶。而且如果你这样，假肥爸，在我们那个海鲜啊，还有一间我私藏50年的米其林推荐鹅肉老店。50年了，这么厉害，不错啊，走啊，走啊，好嘞，它叫解忧食，就是来到这边，你吃到美食，你整个就会开心了，忘却一切的烦恼，小孩的压力都不见了，家庭容易，家庭就抛诸脑后吧。你好，是。日本的50到150年的古董的收藏啊，都是我老板他的私人收藏。哦，对，那你看里面看到是。那老板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有没有参考那本书？有，就是以它为蓝图去做延伸的。哦，所以大家有什么事都可以写明信片放在这里，老板会来解答。对，没有错，我也可以带回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现在看到它也是120年法国的钢琴，那它就是里面有一个主机，让它可以自动弹琴。但是它的声音是从它里面钢琴里面出来，而不是自己在制作的。对，那像是它的音色是都是它本身发出来的。同步的，它上面同步做弹琴，那它也没有另外去做调。这个科技也太发达了吧！对，它的老古董有新灵魂。你要走出家里好吗？我已经走出来了。好一整桌好不好？来到这边不只是台菜，还有很多台式的精神融合在里面，又有点像港式饮茶的感觉。怎么样？又饿了，想要先吃哪一个？白菜卤是不是？哎，它热腾腾的，看起来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好吃。而且他们这边选用的食材，请享用。他们这边白菜卤啊，上面有放一点蛋酥，最主要是这个贡丸，喷水贡丸，各位。彰化和美那边厉害的，他们这边其实有一些哦，那个食材都有挑过的。它好有弹性哦，它会让我想到那个撒尿鱼丸。哦，你说周星驰那个是不是可以拿起来当乒乓球的？然后也是会喷汁。它贡丸里面是真的有包肉的。啊，它是有包肉的吗？我以为它是像一般的贡丸一样了。不是，它是真的有包肉，像我们以前吃福州鱼丸这样的。啊，有包料的那种。但是我觉得它这已经控到，就是那个白菜甜味都出来，而且咬下去的时候，像我刚刚咬这种比较可能会有粗的地方、梗的地方，也没有纤维质的感觉，好吃，很香啊！然后它这个白菜，整瓮里面的都是那种白菜的甜度，加一点蛋酥，白菜吃起来有外婆的味道，你阿嬷的味道，可以再续一碗。哎，我们先吃完再吃嘛，不急嘛，不急，对啊。接下来想吃什么？我想要吃这个。好啊，我超喜欢吃肠粉。肠粉啊，我刚以为它是包油条，结果不是。那就是跟油条很像了，但毕竟油条有些人吃啊，会觉得它那个含油量太高。这个吃起来，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稍微解腻一点吧。你有没有吃过那个蜜汁烧腊？不是要包那个上面那个饼皮是什么？蜜汁烧腊就是烤鸭吗？不是烤，就是烤方。对对，烤方。烤方是什么？你好，大家好。我真的烤完。上次我们的澳洲龙虾泡饭，那我们哦泡饭哦，龙虾先去熬虾汤之后，再以整只肥美的澳洲龙虾切块之后下去做熬煮，那里面有搭配米饭、米香还有芝麻，带出它的香气这样子。哦，哇，满满的。哎，你看它的颜色。哇，这个色泽漂亮，感觉就是把精华全部都控在那碗汤里面。好香，而且我觉得它有小巧，它刚刚说不只是有饭，还有那个米汤。难怪
。对，所以 B 汤在里面吃起来之后，它可能就是吸附汤之后有脆脆的感觉，就有两种口感。所以这个汤真的色泽看起来超漂亮，哦，好浓的虾味哦，哇，好香哦，好吃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他们用樱桃鸭在烤炉上面烤，然后把那个鸭皮片下来之后，用那个鸭油跟肉汁去弄这个面线。这是面线。对，这是面线。就像我刚刚说，他们都有选用很厉害的东西，像这个面线就是金门30年老店的面线，然后再用鸭油这样下去，这样子。这就是鸭肉。嗯，鸭皮。哦，鸭皮，鸭皮，而且还有拌一点蒜味花生，就是很有我们那种台式啊，接地气浓浓的那种风情。没有，我哇。哇，香味四溢，特别是我就是喜欢吃这种带油的皮子，你看，哎呦，会不会以形补形啊？所以我那么多油是这个原因吗？那我下次要多去吃牛欢喜。那我要多补一点。那你要多喝牛奶。我先从内在开始补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毕竟更年期快到了。是。我们这家店是这整个梦里面最大的，就是因为老板他势力最强，所以老板有我这块地。老板是无期的，就是民意代表。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认真哎，不行，我看到你认真，我也吓到了。想必这一间你一定有吃过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么厉害，要入围必比登哎，而且是50几年的，五十几年老店，对，有可能我爸爸有吃过，但我自己不知道，我有可能没有来。廖妈妈回来了，廖妈妈，哎，开始，哎，开始有在发了，有在发了，你们开了50几年是不是？50年了。那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入围这个必比登吗？我们是新闻报了之后我们才知道的。你这样算第一二代做吗？我们等于是差不多第三代。第三代了，小朋友是第四代了。哦，一家人嘛，哦，阿嬷开始做，对，阿嬷跟妈妈一起在一起做的。那有因为这样子生意变更好吗？也是有啊，可是就是我们还是一样平常心的认真做最重要。老板娘他们10多年都没有涨价，他们很努力。哦，你是真的很不容易。你看我们真的是很平价的，你看我们的价目就知道了。哇塞！你看，现在水还有蚵仔汤花枝汤1碗30块的，这么便宜耶！那这样子我们自己来吃一下，好好给他大吃大喝，算在我身上。这个是什么啊？猪尾巴，就是猪尾巴，猪尾巴，尾巴，哦，尾巴哦。有那么猪尾巴好酷哦！阿姨，你推荐什么小菜必点的？我最喜欢吃他们这个。鹅胗、鹅心、鹅肝哈，他们这个鹅肝，鹅胗怎么那么大？对呀，好大哎！来这边点的，每一个人都切好多小菜，对，啊，小菜点起来，小菜要点，小菜也要点，而且他刚刚他的那个鹅胗超大一块，然后100块这样，好便宜哦！谢谢，你帮我好不好？不用啦，你少量的，你要直接啃，直接啃。哎，哪有人这么聪明？有人这样子的吗？有啊，他一直跟你比赞。对啊。海鲜的热情，澎湃有没有？一大早就吃这么多，对啊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那你有看到那里有一个猪尾巴？对对，这是你点的。对对对，猪尾巴，赞赞赞！我等一下直接啃，直接啃。它每一个都好大份哎，而且不是只有我们这样，我们点的特别多。我们刚刚看其他桌也都挺超多。有五号奖吗？五号奖，豆羊，狗贴哦。大家都吃一张小菜看，对，11点就开始了，吃好吃嘛，海鲜在哦，那是不是吃面？吃面好了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吃面。哦，回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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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不我们回家？因为。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这个很像是我熟悉的味道，是因为我大部分吃面呢，或者这种阳春面都是肉燥，所以它是肉就会有一点带有肉的那个肉燥的那个香气的，还有它主要是那个油脂，
它的那个味道就会比较浓郁。啊，这样好好喝，不像南部的那种带甜的，对，它是有带鲜，跟那个咸，对，很像，对我来说很像那个拉面的汤底，哦，盐拉面的那种带咸，它的面条是不是也有点像拉面？黄面它给你的整体的感觉就不会是像白面那样，它带有那个小麦的那种特有的那种味道。啊，好好吃哦！你直接开始放饭了，直接吃起来，来，米粉，来吃看看。面超好吃的，好爽。好爽哦，那个鲜味超明显，然后那个米粉本身面筋也是细的，但是它有那个很有存在感，脆脆有带脆的，配着剁芽菜啊，还有这个韭菜，配着吃，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很爽，对，而且它的蚵仔真的很甜，有带牛奶香，哦，对，有奶油的感觉。鹅肉要不要？红天哦，哎，其实你看一下，它光它的横切面你就知道它是很嫩的，对，很嫩，然后带油亮，油亮亮。它切算蛮厚的，但是它鹅肉基本上有点类似像到鸡腿肉的那一种嫩，这么嫩，对。它肉汁的那个纯嫩之外，它肉汁的甜，对，是直接就是喷出来，因为你还可以吃到它的肉汁，我觉得它那个油香味是非常迷人的，很甜的，很甜，是不是可以沾这个酱？可以沾，对，那就沾一点酱吃了，来给它吃，好好吃哦，好甜哦，首先感受到肉的嫩度，真的是。超级无敌嫩，而且肉汁多，然后油也那个皮带的那个油，也很多，然后咬下去的瞬间，那个甜味会爆发，会喷出来的那种，跟肉汁一起喷。这个不用擦那个嘴，护唇膏，护唇膏，直接这样就可以了。鹅肉的肉质其实也很像我们吃的那个卤牛腱心，有没有？你觉得很软嫩，但是你又咬到肉感的那个感觉，对。这个皮的油脂太迷人，它整个搭在一起就是你满嘴都是鹅肉的香味，鹅油的香气，好吃哎！这个真的好好吃。然后鹅肠下面是铺酸菜，哇塞，太棒了！哇，来，应该有去用那个鹅肉肉汤，对，肉汤去淋过一下，所以它让它的鹅肠。带有一点点那种肉香味，它有点类似像今天像我们吃到那种海蜇皮的感觉 ，Q 的 Q 的，然后它用简单的酱油膏去提提味之后，你吃起来之后，真的就整个存在感很强。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鹅肠，对啊，我觉得，它上面有一个非常浓郁的鸭肉汁的香气，它有脆有嫩感，它里面咬起来也好像那种猪大肠的那种 Q 弹的感觉，好好吃哦，是 amazing 鹅肠。现在好大块，是鹅心吧？看起来是鹅心。很酥，很好吃。它的那个收缩的那个肉质，是非常弹的。对，它那个旁边那边边那个焦脆，然后最重，它留下一些鹅香、鹅肉香味在里面。很好吃的，一定要先来个鹅心。很好吃哦，很香。吃过最好吃的鹅心，好甜。怎么都想了？奇怪，我袋子怎么一直飘过去，一直飘过去？那我就吃这个。好，忘记了，忘记了。我没有这样吃过，我害羞啦。就吃了，好像香肠一样。对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假的？真好吃，但我希望可以切一切。切才是切，好好吃哦，很脆，皮很脆，然后油脂的地方也类似像肉，吃到肉的那种口感。对，那好舒服。会不会以后有人开始来这里说，没钱我用。肉汤肉，我是觉得就是切啦，米血要不要吃？我超喜欢吃米血的啦。拿来了，最好吃米血。真的啊？好好，还是第一名哦。这个肠，这个米血，它都有淋过他们的汤。对，所以它真的
会有那种鹅油的香气，然后它又我觉得它酱汁也加得刚刚好，它完全可以带出那个米血的甜味，而且它的口感超棒，好爽的米血。回来海鲜就是好。你那个房子盖好，我们可以去住。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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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上次的进度差不了太多。海鲜好棒。郑峰颖，你推荐的餐厅也太狠了吧！不过这一次我一定要赢。红 A 啊，那是二社会嘞，不是什么中二病好吗？哎呀，不要闹了！哎，我在想说，我们要不要沿着海岸从北吃到呢？所以呢？所以走吧，北海岸。好，北海岸让我想到曾经那段风风雨的日子，常常我频繁的进出那个海巡署的。海巡署？你在讲吃？你跟我讲海巡署。你讲到重点啦、啊。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间超狂的鲍鱼肉饭，就是隐身在这个北海岸贡寮的海巡署里面呢。怎么样，怕了吧？怕？那我是怕我讲出来把你吓到了。基隆有一个超顶级海鲜呐，爱吃海鲜的人去那边都无法抗拒，讲出来怕你们吓死。好啊好啊，话都你在讲，你就先带我去看那个顶级平价海鲜到底多好吃啊！走啊，怕你啊，小伙子。你给我赶快共举跨麦。走啊，怕你啊。走啊走啊，卖照卖照卖照。走啊，丽姐找莎莎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海风，吃饭真的很有感觉，真的，超赞，对啊。那我到，嘿嘿，你有价值吗？你不担心吗？是啊，我只有700块。我21块，21块。你有炸鸡吗？对，到你刚不就有30块而已。不知道，刚套出来20块。哎，没有。哎，好啊，来来啊嘞，来吃饭啊嘞。算过，阮真正敢若700几块尔。啊，无你，我跟你讲，阮嘛是无伫白吃白喝的。好，那真正无够，吴尊。吴尊赌啦，吴尊跟你赌啦，然后人家赌啦，让他赌啦。不，人家大方了，我也在。谁话谁辛苦我都也在啊。吴尊可以。答应了，答应了。来个深到鱼港哦，一百讲是深到三宝。三宝，三宝，三宝。第一宝的是小卷，小卷。第二宝的是澳洲，澳洲中卷，哦中卷。第三宝的是北段鱼，北段鱼。哦，虾，虾是虾，腌猪虾，虾子。这嘛是400米深的锅，400米深的。我那家伙给你变好势呢，过条了哇！注意啊，过条歪呢，过条了。为什么手虾壳味道？这都是这种技术冷冻，技术冷冻，退冰料的冷冻。哇！我们家一只虾中虾，而且这个是那个零时差，因为旁边就海港，对对对，直接有鲜捞的，鲜捞的，非常好吃啊！三秒哎，哦，真的好甜哦。那么大只的虾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它那个腥味会很重，或是会烂烂的。不会，它这不会，它是很 Q， 对，非常 Q， 对。而且我还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到这虾子在咳嗽，然后我就过去要关心它。旁边朋友说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它是甲壳类，对，甲壳。哦，这蛮好笑的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谢谢大家的收听。虾子甲壳吗？虾，一条线。啊，再问谁要过来？还有什么？那你白带鱼，我讲话嘛。白带鱼，现炸的，现炸白带鱼，现炸的白带鱼。对对，你那左碗尾碗起来哦，对，里面都没受伤。哦，哦，我讲哦，很新鲜啊，嗯，可以很嫩的，因为以前白带鱼都是妈妈自己煎，她煎的就很对对，很抽。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妈妈的坏话。对，我们妈妈都没有这样。我妈妈真的是很软嫩的。哇，嫩，好好吃耶！它就像雪一样，这样子软软绵绵的。哦，那大都有了。对啊，好吃那个肉真的很细很细。哎，它跟我们现在澎湖韩国吃到那种很大只的不大一样。哦，那个是有那个有短，不大一样。你讲油带鱼是？油带哦，不一样的。油带鱼哦，较粗，较粗细，那你把好跟嫩哦，较细嫩，肉感不大一样。对对。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小归小，但是其实完全不大输给大只的那一种。对对对。哎，啊，吃过呢，中间蛮好吃。哦。这个味的，这清淡的，无味。清淡的，无味。无味酱。这下次啊，来来来，反正我都要洗碗。
哎，这个新鲜，它还在油，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匹敌的，就是新鲜。对，新鲜就赢了，是原味。其实不用沾酱，对，不用沾酱。这个有点像在吃，我之前常讲的，在吃那我喜欢那种很甜的白虾一样。嗯，不要马上吞下去，慢慢咬，慢慢咬，味道会一直出来。它的甜味真的会出来。它从刚刚是热的，我偷吃到现在变冷了，还是很好吃。对，好吃，对，好吃。真的好吃。做冷盘也好吃，嗯，做冷盘也好吃。因为有时候这种累的会再加一点酒就去腥，这个完全没有那个感觉。不需要呢。刚刚沿路骑过来，其实很多招牌上面都是写小卷。对对。大文，麻烦你来一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要蒜苗加小卷。我忽然觉得我主持时尚玩家好好。你知道我今年来三号鱼港拢冲哪嘛？因为我今年演完拍伊，我来三号鱼港，我拢爱跳来水底，安尼做凄惨未？啊，今天来真好料诶，真正诶。以后啊，看吴尊无欢喜，叫你家等咧水底啦。啊，你们要吃什么？跟我讲，我下去顺便捞几只上来。真的，一定要吃啊！我跟你讲，这种凉凉的天气，喝碗热热汤，又是这么鲜甜好喝的。这是一个享受。对，我们这个小卷就是东北卷，然后当八更。当八更。哎，大文，这个真的又跟澎湖完全不一样。对，真的不一样，我有吓到哎。因为这边的小卷的那个甜度感觉再高一点点啊，再高一点点。还有我们这个金沙中卷。金沙，这是金沙。就是用那个咸蛋，零沙中卷，大绿大中卷，零沙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今天不在啊，不好意思，零沙中卷啊，我连野份一起吃掉了，夹了两块啊，硬要讲，好可惜啊，就是一个这么新鲜的食材，放了这个咸蛋黄，也是味道重的，不错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边就是太新鲜了，嗯，哎，真的也是好吃，也是好吃，嗯，好了，这个九高公啊，熊山，哦，这起来好做半锅了。大鱼都放过了，哎，我有做延绳钓，啊，延绳钓，延绳钓的鱼，赶快，看他一只钓一手，赶快，看这绳子下去，一只也是一只钓起来的，这样量很少哎，对对，量少，而且这只很夸张，它很大哎，你吃看看，你吃，来，大文，这个交给你好好品，没有问题，这家要台北吃哦，这家要台北吃爱吃外国，人家便宜，人家800块哦，其实我现在都还没有配什么葱什么的，我只是配它上面的酱汁而已。它本身鱼的鲜味，它的存在感鲜甜呐，非常的浓厚哎，它非常的大气。现钓弄很牢啊！而且你刚刚说是，如果先不配这些，如果再配了这上去，加上它酱汁，因为它的鱼已经够好，那酱汁又调得特别好，加在一起一加一是大于五的。香港人对于蒸鱼很要求啊，对对对，那锤鱼啊，香港人的汤头汤汁他们这个很重要，他都满意了，你就知道。我满意哦，我真的觉得还可以了啊，而且这肉真的好细哦，干不起来，干不起来，来，干不起来，小金姐，好，谢谢钟干厨，大家不用担心，这个是茶啊，来，哎，茶带酒了啊，茶带酒了，今天骑车不要喝酒，对。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开路了吗？开路了，开路了。安检所，安检所，安检所是干嘛的？安检所就是海巡有没有啊？比如说船难啊，或落海啊，他们回去求救难，回去救。绝大部分他们是检查渔船呢、啊，所以。但是我们来这里要干嘛？这里这边有什么？很特别哦，我跟你说，它里面是一个卖这个鲍鱼卤肉饭。什么鲍鱼？你说有卖鲍鱼，也有卖卤肉饭。然后营业中，哎，营业这里，而且这看起来不像一般我们印象中的海巡署，它就是很像那种已经装潢过的，有这种文带文青的风格，就是装潢过的海巡署。哇，很漂亮哎！哦，哎，那猫超可爱的，你看那一幅是期间限定的这展览，就每一个时间都不一样。刚好现在是猫，它等于是一个小展区这样。对。老板娘你好，哈喽，老板娘很漂亮哎，该不会你叫米奇？为什么你有那个？哦，你看，老板娘很特别，她是那个皮肤科的医师，医美诊所的院长哎，院长，对啊，米奇你好，你好，这个是你在经营的吗？是我开的，但是是让我的小孩。啊，你的小孩哦，旁边就是，不会是女儿？来，一起，很帅哎，是女儿，很漂亮哎。请问你们这边是不是有那种
鲍鱼卤肉饭，我们有假日限定的鲍鱼卤肉饭，哦，假日才点得到。对，因为马钢这边产鲍鱼跟九孔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把这个地方的特色把它融入到我们的餐点里。那我们的卤肉又是自己做的手切的卤肉，所以就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。而且这里风景。太漂亮了，好奇的特色就是就海景，海景，对对对，360度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刚刚那个一个鲍鱼卤肉饭，还有咖啡，嗯，还有那个蛋糕，好，完了，好，谢谢，那医生，我肚子痛很久了，可以放触诊。人家儿子女儿在后面，你会看得出肚子吗？可以。其实都是这个，那里已经不是肚子，这是把脉，这是把脉，这是把脉，把脉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老公在后面等，好害怕，我跟你说，他的老公是志根。以精神科的权威，你挂皮肤科，我们就挂精神科，真的要去，我也有问题。这个，朵拉，你要不要先把你的头发绑起来？我已经绑了。来，在你的前面打一个蝴蝶结。潇洒不？潇洒吗？安康鱼。安康鱼。好，我们要吃了。很酷啦！我第一次看到。怎么会有鲍鱼？鲍鱼卤肉饭真的是有点太荒谬的一个混搭风了。啊，要，但是这个鲍鱼加上卤肉饭真的太特别了。很好吃哎，它已经有点融合了这卤肉饭的那种酱汁，它是所以它呢会做一个口感的一个提升，它的新鲜度更高，因为它里面感觉好像吸附了一些大海的滋味，所以那个鲜度很甜，好好吃哦，很好吃哦。但我觉得它的调味调得很刚刚好，对对对，生吃的那种腥味都没有。那我就把它们真的尬在一起吃喽。好，尬起来，尬的好吗？好搭哦，很搭哦。我觉得它卤肉饭是选用一种就是肥瘦参半的那种感觉，你会觉得它的那个卤肉油脂的部分啊，在含自己嘴巴融化的同时，它把那个鲍鱼肉包覆住了，嗯，所以你在边咬那个鲍鱼，你吃到海鲜的鲜味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那个猪油又在外面这样子给你讲，哎，来来来，那个鲍鱼很像在卤肉海里面这样游泳，嗯，你看哦，它的卤肉饭其实是油脂偏比较多的，对，我个人很喜欢这一种，因为这种的。它的那个胶质比较容易跑出来，对，所以它的猪油香就会停在你的嘴巴里。我觉得他们配在一起很妙，如果是怕吃比较油的人，他们把它搭在一起，你就会觉得超级刚好。对对。可是他们各自单吃都有各自的美好。我喜欢，个人嗜好，对。喜欢。这个蛋糕，这是 Oreo 蛋糕吗？姐姐。黑盐乳酪。哇哦。这个乳酪感觉很浓哎。对。嗯。哦，这么浓郁哦，太浓郁了。这个乳肉的部分呢，对，真的是浓到没办法让你呼吸哦，超级浓，然后一直停留在嘴巴里面，一直香，一直因为它太香了，所以它已经把你的那个气孔都塞住，塞住了。哎呦，然后后面才感觉到那个海盐的有一点带咸的，但是那个咸是。反而提升了那个 cream cheese 那种香气，它上下两层也是那种很浓的那种巧克力饼干，所以它会变成三层都是绵的，嗯，可是那个味道就是啊，巧克力来了啊啊，牛奶来了啊，巧克力就是这种。而且你看它，我们以为它是会脆脆的，哎，没有，你压成泥，它是泥，它是泥。你刚刚讲形容的很好，不然我就想形容它的预拌水泥的那种感觉。那个就是它搅拌在一起，然后那种泥做，那种泥做感觉，你看一个直男，直男与少女的差距，对。红呀，嗯，你刚刚介绍的那个海鲜排场便宜，你是说你能够找到比我更有 CP 值的吗？我以为你是看不起我吗？我还没拿出我的杀手锏，好不好？嘿，江江，
江江拿反了，这一整桌都是无菜单料理，而且只要多少？350元。350块的无菜单料理，我才不信呢、嗯！我等一下就带你来看看这个350元的无菜单料理多厉害。哦，厉害是厉害啦，不过你有我的超值吗？嗯，哎，这里看到吗？料满满的，还有鲑鱼味噌汤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它只要20块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们先去喝你这个20块的味噌汤、欸，再来吃我这个无菜单料理，最后我们来个 PK 决胜负。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谁怕谁？来啊，互怕互啊，互怕互谁、啊？哎，啊，好怕怕，好怕怕。哼，还不走？走啊！先喝味噌汤，你带路啊，会怕哦。哎，大哥，你真的确定你叫一个人350吗？哦，大哥在这边，你有毛病，因为太便宜，我有个潘大力恭维啊。不是，因为我看到我吓到。这个是两人份，是两人份。对，温在。哎，很丰盛的，有菜，然后有鱼有肉这样子。而且老板都是把他以前小时候吃过的那种感觉啊、菜色啊，就端上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对，对不对？像这个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其实它虽然是一盘菜里面，可是它里面有地瓜、有白饭，又有炒饭，它加很多元素，通通加在里面的。这样会搭吗？不是。你们好好讲，你们好好讲。这个第一次，没事，搞20年没事。他搞20年了，你尊重他嘛？可以叫5行啊，五行哦。对啊，只有5个，就你期待这5行啊，五行本。五行分啊，不然说五行通常是要比如说五颜色啊，或者什么要来配。那我就试试看这个炒饭。我嘛随便加看。这个是用爱心炒的。而且我原本有说没有酱油可能会少一个酱香味，但是因为它反而会有菜爆那个咸香，就是樱花下的那个香味会跑出来。啊，对，还有胡椒的，就是樱花加的那个加油，然后跟菜爆可能有个酱，炒的过程中有爆香的效果，就吃下去就是菜爆最单纯的咸香味。对。嗯，这个很勾扎鼻耶，真的。我们今天呢是吃两人份，多一点人来啊，菜色更多哦。不用多啦，光是这盘炒饭就可以把我 KO 菜爆樱花虾加上香葱粉下去炒，即使没有再加酱油也够味呢。拿来配下一道梅干扣肉，刚刚好。这个要好好讲一下。其实我们以前大安乡全部都在养猪啦，所以我等下那无第二、第三、第五，我们想生活不习惯了啊，所以这么我现在等下你这么问，大安就可能无吃的啊。还是你会在床头放一小盆就是猪大便吗？通常不会这样，你好好跟他聊。好了，他自己这样讲嘛。我先报告诉我，所以这菜是有故事的嘛，所以咱就是阮这猪啊，阮这乌猪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梅干菜，搁咱这笋干。那个加上青菜，所以虽然是一盘菜，其实它很多元素都在里面。对，而且像这个像梅干菜，跟你们也是特别是拍谁？我先上去。你这个一定哎，最重的。就一般可能你会觉得说吃这种肉，可能会觉得说哎它有肥肉的部分，可是因为有了那个梅干菜之后，整个就解腻，而且那个香味，哇！你两个鬼啊！啊，真的好吃啊！讲出来高手。喂，另外一位高手，你不要只顾着吃好吗？不是啊，老板这边的梅干扣肉超高纲呢，先用老卤汁下去卤吼，让酱汁整个入味，再拿去蒸，肉嫩到不行，我就忍不住嘛。但是厉害的还没结束哦。我们除了这350的这个料理之外，我们还有在单点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我们有单点那个鸡啊，你很有名的那个鸡，还有那个猪脚。真的假的啊？虽然今天不只是可以这样吃，你如果觉得吃不够，你还可以再额外单点。你看这么大一个蹄膀。还有鸡哇，这让我们宰的物件。这啊，你们这边除了有猪的，你们鸡也是宰的吗？其实我们这边哦，海边啊，鸭啦、鹅啦，很多东西其实，先从蒸咖这物件，基本上都是基本元素啦。啊，咱拢这物件，就是宰，就是用宰的物件去经历这物件。哎，你都已经戴好手套了，不如就先这个好不好？你不要对啊，你就要戴嘛，你就不要拿来拿去的，你就戴了吧。哎，不用客气了啦。对呀，那嘴我那个给我搞。没有，你太专业啦，20几年了呢。这个鸡有什么名堂？没啦，这鸡叫做香菱鸡啦。其实我这个塞菱，我塞里面有塞菱鸡。我也是啊，你对啊，你我也是下来就是塞菱檬啊。太舒服了，你看没看？塞菱檬啊。
对，一般的烤鸡比较干呐，哈。哎，你这外面看起来就是很湿润的感觉。那里面就塞洋葱啊，塞一些比较含水分的东西，拉出水，感觉上它不会那么样子的干干呐，干涩吧。肉，而且这鸡骨头还而且你这没有用很大力。我真的夹起来，你知道夹。你拨开那个香味就冲出来，好香哦！它，我觉得它这鸡最厉害的地方哦，是它的，然后这种鸡胸肉也不柴，完全嫩嫩嫩，那个就，就我最后呢，你讲嘛？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我看你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哇，滚啊！我这鸡肉好食，歹食，第一个所在，这个所在若好食，其他拢好食啦。哦，那我是对鸡腿比较没信心的。我知，鸡腿臭过来夹出来了，我怎么知你？对对对对，就你，今天就做倒给你。不是，你看你先吃鸡胸嘛，是好吃的。好吃好吃好吃，哎，它那个里面那个蒜头跟葱的味道，哦，都爆出来了。你搞阿弟杯，你会吃这个？弄来弄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鸡是。它这个鸡是吃到那个鸡肉，它放山鸡那种感觉，它鸡肉是比较有扎实感觉的呢。对，比跟一般的汤啊、鸡脖现在更宽的。哼，那它这个皮有点像，就是你抹了一层类似焦糖或者是有糖果在上面的那种感觉，它有点微脆，但是它有点胶质的感觉，很粘口，可是它又不是到那么样，我们平常很容易吃到那种酥脆的那种。它不是完全酥脆的。对。哦，汤那就好。我们一直吃哦，工作人员在旁边也在流口水了，不给你们吃，很幼稚呢。听老板说啊，他们有用意式香料跟胡椒先腌制一天，烤完后淋上鸡油，整个香气爆发又很 juicy。我还有再点一个招牌的脆皮猪脚，赶快来吃。这个是我们，比如说以前阿妈也会做这种炸猪脚，对不对？过年的时候，这种就搞干了，这种起来是最好吃，不过点啥？不，这一定是这样子啊！这蹄膀是这样，可是好吃的东西就是要会停不下来。哦，好吃！那咬下去，它会让你觉得那个猪皮啊，它是会有点 QQQ， 但是不是像你可能去吃米粉汤烫猪皮的那种 Q 或者咬劲，它有点那种微软微软的感觉，然后那个脂肪啊。会沾着你的牙齿，让你有那种咬劲的感觉，然后上面又有一点那种类似胡椒的那个味道，香味椒盐撒在那个皮上面，就一种咸香味。哦，我只吃皮而已，我也没有觉得它腻。这个吃起来完全就是胶质，它黏到一个不行哦。对对，我的这个嘴巴是几乎是要被黏住的那种。没有错，没有错。然后你越咬哦，后面那个韧性要跑出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后面有个韧性很棒。超多的，看到没有？大家一般人会以为说啊。基隆就是来庙口附近吃一吃嘛，对不对？去哪里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在。好快哦！干什么？就聊聊天。你是当地人吗？对。哎，是不是这边大家都来这边吃午餐？蛮多的。我跟你讲，观光客才会觉得说，哎，一定要去庙口附近吃。可是在地人都会来这边找美食。有没有叫放赖？什么都有哎。什么都有。哎。哦，你看到没有？虽然说这是市场，对，可是这些高档的食材一个也没有少。哎，真的很厉害，哎，不会输给高级的日本料理店。对啊，你看看像那个冲绳的海葡萄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这个鬼头刀做的这个握寿司，很少见，很少见啊！哈，这一碗汤，这个里面满满的料。这个在西班牙，因为我也是西班牙港口的，就是我的家乡也是。你是在那里被捡到的？对，我是那边长大的。啊，长大的，不是捡到啊。鱼也是很新鲜的。是。然后大概我猜，西班牙这种它要6到8块有远，就大概200多块台币吧。太贵了。真的太夸张，吃米不知道米价，这一碗20元。真的假的？太便宜了。他在卖的。你问他，因为我每次来我都点这一碗汤而已，菜的这一碗汤而已，对对，就满足了，很饱了啊，哇，好好吃哦，那个就是鲑鱼的那个瘦肉跟脂肪的那个平衡超好的，然后那个鲜味那个香味都马上爆出来，那个这个鱼的体脂肪大概多少吧？啊，对对，比我高一点，我12，他应该有20几，那跟我差不多，哦哦。
我来试试看这个很少见的鬼头刀。哎呦，真的是很会选呢。因为其实鬼头刀常常是很柴的，对，所以我们甚至会拿去炸，让它比较就是有吸那个汁。哎呦，厉害哦！怎么会拿来做握寿司啊？它炙烧过后，直接把那个鬼头刀有个鬼头刀的鲜味，是啥？封在那个里面呢。哎呦，然后它反而变得 Q 嫩。那除了海鲜之外呢，它还有肉类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五花肉啊，牛五花，啊，也是炙烧过的啦。嗯，很有层次的一罐寿司。哎呦，你吃下去呢，除了那个炙烧的香气之外呢，你还有吃到七味粉的感觉。哦，满满现在那种辣的感觉来了，里面它有放一点点的瓦萨米。所以它的那个层次是很丰富的。哎呦，而且那个老板呢，他就是每天凌晨，他就会去那个啊卡玛店，卡玛店进货，这是绝对新鲜的。还有这个玉子烧，日式料理来的话，玉子烧非常重要哦，因为那个玉子烧每家那个特色不一样嘛。比如说关西的话比较甜的，关东的是甜咸的，跟有一点像那个卤肉饭一样哦。调整不同的口味，这样子吃看看。上面是明太子吧，对不对？明太子吗？哇，满满的明太子哎！是怎么了？还有炙烧过，哇，好厚一层哦，其实。啵啵啵啵啵，好像在放烟火。怎么不说人话了？它里面呢，有甜的味道，这是这个鱼卵的甜。上面这个鳕鱼松哈，它吃下去的口感又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对对对。所以这个是有点像那个日式跟台式的中间的感觉，而且这个美乃滋刚就知道是甜的，不是咸的美乃滋。现在在我嘴巴里面还持续的在放烟火。生在台湾真的是太幸福了，这样就满足了吗？啊，我懂了，要成为真正的那个海鲜霸王，汉超就已经早就定胜负了。你看你这个汉超才会这样屡战屡败。好啦，看在你今天海鲜美食推得这么顶的份上，我就再陪你赚最后一回。哦，你说的哦。啊，好哦，来来来，这一间店我要来介绍了，它很厉害。这一间店，它有号称101海鲜塔。然后它有几层呢？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层，各种食材都有哦。我随便讲两个吓死你。什么？它有冠军干贝啦，还有青壳龙虾，龙虾。重点还有鸡汤无限喝到饱，你说顶不顶？哎，那可以赶快进去了吗？来，我要成为海鲜霸王。安排。哦，正在冒烟呢。哇，可丽，好大的感觉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虾子，虾子，哇哦，干贝，哦，小贝柱，它的汤感觉超鲜的感觉，哇！这边是扇贝，哇，来交给你了，不得了哎，然后上面应该是鲈鱼，哇，然后下面这个是小火锅。所以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海鲜，然后就会把那个精华滴到那个火锅里面。我觉得会不会要痛风呢？还有这个海鲜的意大利面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海鲜盆，也是他们家很经典很经典。不然我们先吃面哈，这个是冠军干贝，对，然后橘酱的 Q 面，先吃干贝喽。哇，它干贝有那个用喷枪喷过，很香，有炙烧的感觉。然后那个橘酱扒在上面，就像你说的。那个红酱跟白酱 mix 在一起，红酱就是番茄嘛，它有一点蔬果的酸酸甜的味道，对，跟白酱 mix 在一起没有那么的腻口。金色的小龙虾，哇塞，看看，橘好酷，不得了。但我其实也想要吃看它的面，因为面条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是白酱，然后加上它是用意大利面的细面去做的，哇，看起来超浓的，因为它的白酱真的看起来很。很吸引袖子哦，#很浓稠哎，爱白酱的白酱控这一款点起来，很浓哎，喜欢白酱的人一定会喜欢这一道。我哎，哦，你算是蛮会弄的，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吧，哎，哦，它的龙虾很
就是鲜甜，然后再搭配刚刚沾的一些虾膏，是不是要沾？而且很肥耶，它的那个整个肉很肥美。这个鲈鱼听说是帮你把刺都处理好了，所以你在食用的话就可以很方便。这么贴心，刺还帮你处理好，你就直接大口的畅饮。它原味就是那个鲈鱼本身的清甜。我们刚刚吃完这个非常新鲜的鲈鱼，然后它不是一开始这样一个塔吗？对啊。然后上面是精华的这个火锅，我们现在请店员小姐姐帮我们煮这个精华。它因为它是顶级的海鲜精华火锅，对不对？然后到底你们会煮粥？对，煮粥海鲜粥。它那个是粥的基底吗？对，它是白粥，它是已经煮好的粥了。哦。然后加上蛋。对，然后一点黑胡椒跟葱。OK。那你现在拿这个红红的是什么？这是虾酱。虾酱。自己腌的虾酱。哦，粥好了吗？已经好了。在我们那边想用一些小点的时候就好了。已经好了。哎呦喂呀！哎呦！哎呦呀！哇，不得了！你们有看到多浓吗？这个粥煮成这样不得了哎！哇，吃起来的口感。很不像我们外面会吃到的粥，就是你一吞下去，你可以感觉到米的形状，但是当你到舌头的时候，它就化开了。如果要说，它有点像浓汤了，虾酱浓汤。对，我有点想要把这个鱼肉加进来，让这个粥有那个料的感觉。感觉它可以扒住鱼肉的那个，对啊，因为它够浓啊。对，我来尝一下，舒服，而且鱼肉让整个粥更有口感一点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在争这个海鲜霸王、啊，对，在他们面前真的输了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海鲜霸王。不足挂齿啊，我们都没有比他先，所以打嗝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有打嗝吗？我觉得太满足了，把海鲜的所有海鲜都一网打尽在你眼前，呈现它最新鲜的样子。我们今天就在这个餐桌上和解吧。好，我们就和解，我们不要再争了，不要再争了。我们以后呢，就是好好的吃美食，然后看有什么时事，有什么最新的美食消息都要介绍给大家。然后如果想要知道最新消息呢，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时尚玩家，下周见，拜拜。